林欣彤呢日为慈善节目善心满载仁爱堂献唱，十二月底就要开演唱会啦，而家会唔会好忙啊？都希望可以在演唱会之前做多啲演出，其实因为会令我可以有多啲信心啊，究竟点样 handle 个台啊咁样咯。而家准备成点？而家都系。其實最煩惱的事就是要讀 rundown 的，有很多歌自己都很想唱，而有很多歌 fans 又很想聽到，但是實在不可以唱全部啦，所以就在這裡取捨緊。之前試過因為失聲而取消演出，現在狀態又怎樣？我其實現在把聲音都好翻㗎啦，所以都不用話做什麼治療咁嘅。但係養聲咧，我就不會再好像以前那麼容易，可能跟一群朋友一開心得滯就大嗌大聲笑咁樣，現在就比較斯文一點，就可以養一下聲音。